后的市议员阿健就来。来，咱即摆欢迎咱的里长吼，咱的里长到上台，我们请我们的里长上台一下，来，请咱的里长上台一下。白振峰里长，拍摄吴麦里长，感谢咱新民里李秀兰里长，感谢志兴里王金彪里长，里长联谊会会长吼戴徐玉芝戴里长，高电科里长戴友里，建明里陈正贤陈里长，拍摄哦，咱大桥头，以来咱就张惠文张里长。乡邻里，大家敬爱洪正恒洪里长。感谢这啊，这乡亲的到。代表这边吼，曾俊豪里长，关注中山来吴生良吴里长，是哲李国，哎，李是哲里长，哎，你来弄实力，你里长啊，海水，海水。来来，周志贤周里长啊，来。这里丢头啊，咱建功里，周志贤周里长。来来，请咱的蔡坤良议员啊上台一个，来来来来来，来高大陆吼，高里长啊，未来国经理，高大陆高里长，来蔡坤良议员，对你咱支持正当的蔡坤良蔡议员，还是有世纪联谊会，张忠林张会长，林志兴林会长，台长文具工会，徐进嘉徐理事长，林清汉林会长，拍手。大王世间后番话，咱的林春丽林会长，咱冲动二五号的，咱的陈建峰建峰兄，歹势，各位我做进来，咱的父老乡亲，过去栽培正堂外的各位兄弟，大家午安，我是长期受恁栽培正堂的王世间阿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点的温情啊，我谨记在心。这两年半以来，我的爸爸妈妈接煞过我，本来政治对我已经无任何的意义。今年二月二八，那一天，拄啊我的爸爸妈妈对你，过去阮阁是二二八的受害家属，所以那一天啊，我。二二八纪念馆，啊！我本来就要离开政治啊，但迄一天，在二二八的纪念馆头前，我搁再看到过去，阮父母社做的这个雕刻，送予二二八公园的这个雕刻，这个雕刻啊，是雕刻一个无手的人，啊头啊啊。放伫个二二八纪念馆头前，各位父老乡亲，谁啊会将一个无手的人做一个雕刻，放伫个二二八纪念馆头前？这个意义就是伫个讲，讲当六十三年前外来政权屠杀台湾人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阵，迄阵啊，咱每一位台湾人拢好亲像无手的人同款，咱无手，保护咱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咱无手，保护咱的时序、咱的家园、保护咱的社会。各位父老兄弟，一个无手、无能力保护伊的家园的人，
对？对不对？所以迄天，我认为讲，我袂当做无手的人，我爱勇敢跳出来。各位有哪样子？咱拢袂当做无手的人，咱爱做有手、有能力的人，来保护咱自然的人，来保护咱的国家、咱的社会，对不对啊？这两年半以来，我看到现在的政府对中央甲地方拢做甲足歹，所以我发觉我王世坚的任务还未了结，所以今年的年底，我要勇敢打在再进议会，我叫你拜托各位父老爷子，会要亲像过去同款，互我温暖，互我温暖，互我力量。好啊，王世坚搁有一个正道位置，来帮咱台湾人搁讲淡薄仔话，做淡薄仔代志，好唔好？好啊。这次，我搁再出来，我有写一句，我对细汉少年到即阵，我的故事。我来简单用六字形容，就是我无向强者低头，不向强者低头。各位有哪样子？36年前，苏金昌、谢长廷、江平杰，甲侪侪咱在场冲动的好朋友，你拢勇敢站出来。甲我同款，你拢是无向强者低头啦。咱这款的故事，咱就是对抗强者，挑战强权，咱守护弱者，咱捍卫公义。30几年来，苏贞昌、甲谢长廷、江平杰，因拢是人权的历史。迄阵啊，高压的政权，会抓、会杀、会拍、会关。尤其啊，在31年前发生美丽岛事件了后，迄阵啊，国民党本来要设计咱台湾这个独派民主派，他讲要造成独立事件，倘若有理由有借口，要阁将咱台湾的精英抓去关。结果迄阵啊的谢长廷，迄阵啊的苏贞昌，因勇敢打出来，因就是这款的个性，就是不向强者低头，我向这个威权独裁的政家政权来低头。各位，你甲看，干那这点的原因，跪向强者顶头，挑战强权，守护弱者，捍卫公义，干那这点，咱都爱支持苏贞昌啦，对不对？迄阵啊，郝龙斌在做啥物？等这个高压的政权，等这个威权的政治。在吞打台湾人的时阵，郝龙斌在哪里？马英九在哪里？马英九、郝龙斌也好，朱立伦、周锡伟也好，一家的人，因拢是加害者的